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要说最近的潮流，那就是各式各样的比心，比心，比心，比心。在最新一期吴昕和海涛就来了一个比心舞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尴尬，没想到这么尴尬呀！好，换下一组，来下一组，来。我们这个更尴尬。那个刚刚他们是甜蜜版的，我们这个是那个随意版的。熊梓淇真的太可爱了，吴昕和海涛的那个真的快笑死小编了。欣姐对海涛稍微温柔一点吧，你看他那个样子多可怜啊。你喜欢哪一对的表演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和小编分享哦。喜欢小编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综艺最强音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搜索综艺最强音关注订阅我们了。